大自然很奇妙，我們希望帶一些小朋友親身去體驗整個環境的變化。嗰陣就揀咗教學院嘅全球及環境研究啦，因為中學嘅時候已經對於一啲環境嘅議題啦，或者可能對於一啲動物嘅議題係好想去為佢做一啲嘢嘅。咁去到大學去真係一路慢慢實踐啦。我希望畢咗業之後，我係想做一個影響到人嘅一個角色。教學院咧，成個校舍嘅大氣氛咧，都係好教育嘅。雖然我自己個科咧唔係關於教育嘅範疇，但係因為依一個地方。你就會令到你自己想多了究竟怎樣將一個環保的議題由教育出手。